钱塘江，古称浙江，又名枝江。钱塘江发源自黄山，分南北两源，北源新安江，南源澜江，两江在建德梅城镇汇合后称为富春江，下行至富阳东江嘴，接纳浦阳江后穿越杭州市，最终在杭州湾汇入东海。人说钱塘自古繁华，其实并非如此。现在的钱塘江两岸，古代是广阔的沼泽。钱塘大潮，在先民眼中，并非壮美的奇观，而是吞噬一切的怪兽。那时，它有一个可怕的名字——罗刹江。今天是农历八月十八，也是观赏钱塘江大潮的最佳时间。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钱塘江观潮的最佳时机。农历八月十八，浙江省海宁市的盐官镇涌进了20多万游客。这是一年一度观赏钱塘江大潮的日子。专家预测呢，今年的钱塘江可能会出现8年来的最大潮涌。在距离盐官40多公里的杭州萧山，中国国家冲浪队也在等候着钱塘潮。太阳、月亮、地球运行时产生的引潮力，带动杭州湾的海水向钱塘江奔涌而来。钱塘江入海口是典型的喇叭口形状，湾口水面辽阔将近100公里，而湾顶处的宽度仅仅20公里。来自太平洋的海潮进入河口后，潮差迅速增大，潮的流速不断增加，加上江中沙坎堆积，导致水深急剧变浅。潮汐不断累积成强烈的潮涌，形成钱塘江大潮。钱塘潮与巴西亚马逊潮、印度恒河潮并称世界三大涌潮。2015年，新成立的中国国家冲浪队来到杭州，和3支国际队伍举行一场友谊赛。国家冲浪队的6名队员来自国内各家俱乐部。张良和杨雪是国家队里的一对情侣，他们都是第一次来钱塘江冲浪。我刚冲浪的时候也没有太，那时候还不是我男朋友，只是朋友，但我是自己的确是很爱这个东西，后来就慢慢就在一起了。 Myself and Nick and Reno will make a decision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o will advance on to surf against the international teams. Let's do this. 在今天的预赛中，裁判组将根据中国队6名选手驾驶摩托艇和冲浪的综合表现来打分，得分最高的2个人将和国际选手进行最后角逐。第一次面对钱塘潮，这是全世界冲浪爱好者梦寐以求的机会。
你俩谁的晋级几率高一点？啊，肯定是。他今天各方面都发挥得挺好的。那么今天的 best silver driver and his teammate, the best driver surfer is Yang Shui. 啊，是赵远红和杨雪。海上最多一道浪也就二三十秒吧，对，然后这里就哇，你可以一直冲，那道浪我冲了有两分钟，特别长，太棒了那个感觉。9月28日，来自美国洛杉矶队、亨廷顿队和澳大利亚黄金海岸队的六名选手抵达。杨雪期待着与国外冲浪高手同台竞技，然而就在决赛前一天，天气突变。随着第21号台风杜鹃的一个步步的逼近，预计将于明天白天在福州中部到浙江沿海登陆。浙江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。台风的登陆对前浪潮有显著的影响，潮位会抬高，潮速会加快，甚至形成破坏力惊人的风暴潮。在这样的风暴潮中比赛，选手们的安全无法得到保证，杨雪所期待的与国外选手的较量被迫取消了。这个因为天气原因，就是我们也挺无奈，希望下年还有机会。这是1993年10月3日大潮汛期间的一段影像。潮水能够形成每平方米7吨的重压，当时两岸的海棠上尚未安装护栏。这次事故导致19人死亡，27人受伤。长江养育生命，也夺走生命。对于这条喜怒无常的母亲河，两岸人民又爱又怕。千百年来，人与江相生相克，人类化害为利的努力从未停止。粘土、木桩、条石等多种材料，历经千百年的沉淀与冲刷，成为保护我们免受洪潮侵袭的屏障。钱塘江修海棠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汉代。五代时期，传说中涉潮的吴越国王钱镠开始用竹笼石塘加固海棠。到了北宋时期，将石头叠放，有了石塘的雏形。此后石塘不断改进，经过清朝康雍乾三代近百年的不断改良，钱塘江留存下总长300多公里的老海棠。钱塘江下游是河流冲击而成的平原，两岸少山，修建海棠所需要的大量石材从何而来？从钱塘江口上溯200多公里，便到龙游。钱塘江支流渠江在此绕城而过。今天
拥有人黄国平要去石岩背村探访一处被河水淹没的洞穴。黄国平对于这些洞穴的兴趣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。1992年呢，四个农民为了抓鱼，收集了10000多块资金，进行了抽水。那么抽水以后，鱼没抓到，反而发现了一个大体量的洞窟。村民们一口气抽干了7个类似的洞窟，龙游石窟群就此重见天日。那时，黄国平在龙游文化局工作，他参与了龙游石窟发现的全过程，探寻龙游石窟的秘密，也成了他工作之余最大的乐趣。郁郁葱葱的凤凰山居然是一座空山，今年的研究表明，这里极有可能是一处古代采石场的遗迹。古人为了采石，在山的表面打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，不断深入，在山的内部遗留下兼具美感和力学原理的空间。大山已被凿空，但外表依然保持着原始形貌和丰厚的植被。这种充满诗意的采石方式在钱塘江流域随处可见。早在三国时期，绍兴城西的柯岩便是有名的采石场。隋代工匠采石之余，在一处孤岩内开凿了柯岩大佛。这座残石底部最薄处宽不到1米，古代先民采石保持的是对山川深深的敬畏，又拥有极高的审美意识。采石留下的不是废墟，而是风景。浙江先民的采石传统传承至两宋，开采出的大量石材建造了两岸繁华的城市，也铸就了保护这些城市的钱塘江石海棠。34岁的赵鄂在绍兴市林业局工作，他一直从事着野生鸟类的观测和调查。几天前，赵鄂在绍兴市鳝鱼区的滨海湿地发现了世界级濒危物种勺嘴鹬。它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大概只有100对，因为我研究过它的那个迁徙路线，我觉得它肯定会经过我们绍兴鳝鱼这片滨海湿地的。钱塘潮日复一日的冲刷和江水倒灌，形成了钱塘江河口南岸面积30平方公里自然淤积的滨海湿地。潮水夹带着大量泥沙和营养物质，为滩涂和近海生物繁殖提供了丰富的养料。当时我们调查过以后发现大概有500多万只每年从这个迁徙路径上飞过。鹏鹬类是在岛上是遮天蔽日，那个景象是相当震撼和难忘。5年前，赵鄂开始关注滨海湿地，他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珍稀鸟类。这只鳄刚刚抓到今天的晚餐，木桩是他专用的餐桌。这是小天鹅一家，
他们在钱塘江里吃过晚饭，回到湿地过夜。至于苍鹭三兄弟，兴许还在合计着晚饭吃什么的问题呢。不同的鸟类有着不同的拍摄方法，体型越大的水鸟对人的警惕性越高，打起伪装网蹲点拍摄是很常见的方法。5年来，滨海湿地来来往往的过客都被赵鄂用照片清晰地记录下来。候鸟沿着中国东部海岸线迁徙，滨海湿地是重要的加油站。在短期内迅速增肥是候鸟的头等大事。从数万只长相接近的恒鹬类中辨识出勺嘴鹬，很考验赵鄂的眼力。一共找了大概4次，大概每一次大概都数了1万多只小鸟，始终没找到。我决定放弃的时候，有一群鸟飞过来了，那我就觉得我最后再数一遍吧。数到大概4000多只的时候，我找到了它。就是这张勺子一样的嘴，赋予了勺嘴鹬明星的光环。它们现在的繁殖速度已经跟不上物种灭亡的脚步。发现勺嘴鹬后，赵鄂拍下了这组照片，并把消息通报给了有关勺嘴鹬的调查和保护组织。赵鄂的儿子今年5岁了，今天是他第一次跟随父亲来到滨海湿地。这个、小的洞都是招潮蟹，对，招潮蟹的洞。有没有看到？看到。让他多接触一些大自然，看一些美丽的鸟儿，或许他在其他方面可能会落后于其他孩子，但是我觉得他能够看到其他孩子所看不到的一些风景。等等，我们找到那个水旁边差不多停下了，好不好？让他知道曾经有这样一片美好的一片湿地在我们绍兴，然后有非常多的美丽的鸟儿在这片湿地曾经存在过。2016年元月，杭州迎来一场久违的大雪。仲冬时节，圈鸥不鸣，人迹杳然，只有夜鹭仍在雪中飞舞。夜鹭本该在秋天迁徙到温暖的南方，但脚下的一汪湖水留住了它们。这里是西湖，宋人苏东坡《书卷西湖》用淤泥筑成苏堤，诗意的手笔将实用功能与审美趣味完美结合。2002年，西湖西进工程追随古人脚步，疏浚了杨公堤以西的上千亩水域，并用淤泥堆积起3个小岛。没想到这竟引来了数百只夜鹭。为了不打扰这些远道而来的生灵，杭州人奔走呼吁。本是候鸟的夜鹭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善意，从那时起他们不再迁徙。在西湖的这3座小岛上，夜鹭安了家。
这些幼鸟即将褪去灰色外衣，长为成鸟。它们在等待春天的到来。春天的西湖是鸟类的天堂。这只即将初为人父的雄鸟已经换上了黑白相间的繁殖羽。这个春天它需要准备100多根树枝。这数百只鸟巢很快将被绿叶所覆盖。西湖六月莲叶接天，游人如织。夜路栖息的小岛已经郁郁葱葱，还差最后几根树枝，这对情侣就将筑好他们的爱巢。这对新婚夫妇将会在杭州的黄梅天里迎来他们的孩子。在此定居10余年，他们已经习惯了江南的湿润。小夜鹭的第一次亮相急不可耐，似乎饿了很久。喂饱这些小家伙是夜鹭夫妇共同的责任。养孩子不容易，好久没有洗过澡了。父母不在家，孩子们便闹开了锅。看来得抓紧准备午餐了。父母为孩子的全情付出，其实只有短短的一个月时间。一个月后，小夜鹭学会飞行，开始在西湖独立的生活。这些初生的夜鹭是这座山水城市最新的一批移民。同祖先相比，遥远的南方不再是他们的梦想。他们在这座城市出生，也将在这座城市老去。他们将用一生的时间去接受这座城市的美丽和喧嚣。秋天来了，在西湖东北角的盛唐闸，梧桐树叶黄了。每天西湖水源源不断地从盛唐闸往外流。西湖之水从何而来？2000年前，西湖本是钱塘江的一部分，后来由于泥沙淤积，它们渐渐分离。直到2003年，西湖引配水工程让这一江一湖恢复了联系。就在离钱塘江大桥不远的江岸，引水泵站每天将40万立方米的江水送到不远处的引水处理厂。经过道道严格工艺，钱塘江水洗心风尘，发着通透的蓝色。他们穿过西湖南边的群山，分头流入西湖。在太子湾、毛家埠等地，共有6处这样的入水口。西湖曾是一片死水，如今来自钱塘江的活水保证西湖水一月一换。而盛唐闸等9处出水口，通过各大城市河道与京杭大运河相连。钱塘江水成了贯穿杭州城的血脉，人间因水而成天堂。
安吉盛产毛竹，毛竹四年才能长成。渔村人收割毛竹一般在冬季。现在是夏末秋初，蒋广明正在寻找合适的竹子。他提前采摘是为了赶在天气变冷之前做出一批鸟笼。蒋广明不是渔村人，十年前他放弃了城市生活，来到渔村，承包下一块荒地，取名荷花山庄。做好的鸟笼，蒋广明和村民一起挂到荷花山庄的树林里。我们希望很多的鸟，一些候鸟啊，来了以后啊，再可以在这里栖息啊，停留了以后，休息好了以后，再可以去往南方。2003年以前，渔村有280户村民，一半以上的家庭在从事跟矿区有关的工作。开采石料和制造水泥是渔村的支柱产业。开山挖矿让渔村的经济在安吉名列前茅的同时，加剧了渔村的水土流失。在村委会逐步关闭石矿产业两年后，蒋广明来到渔村。8号就是白露了。我们农民啊，有一句话，就是白露那个是就要砍除草啊，它是一年当中效率最高的。这样持续了5年时间，慢慢的，树叶掉下去了，草类的那些覆盖，这些蚯蚓也回归来了。不仅是荷花山庄，渔村的生态环境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渐恢复过来。2005年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调研，在这里看到渔村关闭石矿、保护生态的情况后，第一次提出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论。在渔村的10年，蒋广明见证了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的过程。这个地方呢，我把理想的家园呢，我是想更多喜欢的人呢能够来了以后呢，可以跟我们呢这边的人交流，那大家在一起呢可以共同的营造我们的家园。渔村向北60公里，长兴尹家边村，一场抓捕正在进行。哇！等会儿再出来。这只顽强的小家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。你把后面。不对，哇，这个动作要格外小心。这是同大熊猫一样珍贵的物种。世界上仅存10000多只。这只不情愿的扬子鳄需要做一次例行体检。这是扬子鳄谱系研究工作的一部分。扬子鳄是鳄鱼世界里的小个子，却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2亿多年。它曾目睹了恐龙的灭绝，被称为动物界的活化石。扬子鳄的基因里保留着祖先的生存智慧，在面临危险时能够迅速进入一种假死的状态。5.80。今天的工作是提取扬子鳄的血液样本，并植入追踪芯片。这一条是雌性的。一动不动，真是个好演员。长兴尹家边村如今生活着4000多只扬子鳄，几乎是这个珍贵物种的1/3。1975年，扬子鳄被列为世界一类保护濒危和禁捕物种，国家动用卫星对扬子鳄可能的栖息地进行侦查，
钱塘江畔的昌兴成为重点区域。1980年，任大兵的父亲任孝海组织村民搜寻到了11条野生养泽，在这些村民手中建起了全世界上最袖珍的自然保护区。老父亲也是在村里面的，他当时是村里面个会计，85年毕业以后的话，那时候他就当书记了，要我去喂，父命难违嘛，慢慢的到这。每隔几天，任大斌都要去探望一对老朋友。我从85年进来，我就一直养他，就像我儿子接了媳妇养孙子一样，我年年都要养下来的。这是父亲最早发现的一对野生养子鹅，现在他们已经很少出来活动了。任大斌喊出了暗号，但老朋友却没有露面。他进来的时候小伙子嘛，我进来的时候也是小伙子，啊，我18岁进来到这里，我今年都要快50岁了，他也60、70岁嘛，我估计我跟他相伴相走的话，还要20、30年吧。扬子鳄的寿命和人类相当，第一代原生鳄鱼都已老去，但每到9月。保护区又会迎来新的生命。任大斌细心地为扬子鳄宝宝准备了小虫小虾。好多人认为它是两栖类，实际它不是两栖类动物，它是个爬行动物。它待在水里面时间不能太长，太长的话它会死掉的。扬子鳄呢，你要是有充足的饲料给它呢，它吃了往外吐的话，它还要吃，它也很贪食。它好比你说野外的话，你要抓不到食的话，它饿个1个月2个月没问题。它是动物界当中一个很懒惰的一种动物。被人类喂食大的扬子鳄已经习惯了这种舒适的生活。30多年来，这里还没有一只扬子鳄被成功的放归到野外。已经恢复起来的扬子鳄种群，如何才能真正回归自然？这是任大斌最感到棘手的问题。为了激发扬子鳄的野性，有时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。我们是小鸭子，你大鸭子的话你也成本也太高，但是营养价值也不是很好。我们主要是在那个它猎食前期嘛，给它一个驯化嘛。30多年前，父辈们集全村之力为濒危的扬子鳄建起了小小的庇护所。今天任大斌的梦想是让扬子鳄成功地走出这个庇护所。我们的鳄鱼现在不在这放归区吗？能达到一定的数量，让它能游进长江，长江中下游每个地方都有，那是我最大的愿望。凭小学时从课文中得知，大雁飞行时一会儿拍成人字，一会儿拍成一字，但那时候的他对大雁毫无好感。小时候像我们这个地方以前都是种小麦、种萝卜啊、种芝麻，
它每年秋天以后大雁就要迁徙到我们这里吃我们的麦米，我们就要好几个人就去赶，赶跑了以后它马上就又回来，而且在空中飞嘛。世事难料，当年的死对头如今成了好朋友。这6000只大雁都是老方一手养起来的。大雁不仅在这里成功繁衍后代，而且吸引许多从西伯利亚飞来越冬的候鸟停留在此，再也不愿离开。如今6000只大雁成为这座小城的一道独特风景线。老方喜欢把自己养的大雁称为天鹅，有时候会有舍友找到老方，他总是热情地开上自己亲手造的小船，带着他们逛一逛天鹅湖。为了留住这些美的瞬间，老方开始研发器材，自学摄影。他的摄影美学自成一派。这是通过手机加望远镜拍摄的照片，统一的圆形构图，宛如摄影术刚发明时流行的圆形画幅。这是由监控摄像头所拍的照片，自动添加当前时刻，精确地记录了他与大雁的每一个瞬间。春季天鹅湖万物复苏，水草丰茂，是大雁们约会的圣地。大雁是一夫一妻制的忠贞典范，为了求得一位终生伴侣，雄雁需要展示独特的求偶技巧。求偶的时候，他的嘴往水里沁，一下一散，一下一散，他两个人心心相印才能配偶成熟。为了争夺配偶，争风吃醋也时有发生，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。在围观群众的助威声中，他们死死咬住了对方。一记左勾拳，一招三连击。5分钟后，体力不支的一方落荒而逃，胜利者引吭高歌，只留下一地眼毛。交配后的大雁开始在沙洲上的草丛中做窝。今年衢江流域的雨水增多，大雁们所下的蛋大多被洪水冲走了。老方感到心疼，他也只能坦然面对这一切。那水位太急，有几只鹿的被冲走，在水中间要往回游嘛，这是几千只，它要围绕着它盘旋，慢慢的给它带回，大雁的团体精神就特别强，我是被感动的。像大雁一样，老方也没有向生活屈服，他从事老本行，开始接各种各样的小工程，以此养活家人和大雁。等洪水退去，又一批小雁将加入这个大家庭。这片闹市中的乐土，永远是方六平梦中的天鹅湖。龙游向北100公里是千岛湖。清晨4点，千岛湖捕捞队队长叶志清在寻找鱼群。花鲢呢，起跳的时候呢，咕嘟咕嘟，它温和一点。捕捞队现有队员80多人，巨网捕鱼是半个世纪前捕捞队独创的捕捞手法。性格激烈的白鲢受到刺激，不断跃出水面；性格温和的花鲢则在水下惊慌失措。
在叶志清的记忆里，千岛湖巨王捕鱼的最高纪录是一次捕获了61万斤。捕获的鱼群不是直接送到市场，而是先送往基地静养。在送往基地的路上，体重达不到8斤的鱼会被放归千岛湖，让它继续自然生长。千岛湖巨王捕鱼的历史和这座城市一样年轻。1959年，西安江水电站建成，古城沉入水底，山峰化为岛屿，库区成为千岛之湖，几十万人的命运被永远地改变了。连续驱车15小时后，吴立新又来到了千岛湖。吴立新，中国顶尖的水下摄影师。6年前，他在千岛湖地的一次探险，让一座消失了半个世纪的古城重见天日。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，因为能见度不好，远远的你什么都看不到，只有靠得特别近了以后，有特别大的黑影，然后抬头望上去，特别高大的一个建筑，就是那种壮观的这个情形，非常惊人。从此，千岛湖水下世界成为吴立新最牵挂的地方。反正每次来都要看望他老先生，但这次空着手来了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在6年的水下摄影过程中，吴立新也得到许多淳安人的帮助。您怎么样？身体好吗？是吧？哎，接到那个电话，非常高兴。80岁的余年春依然记得，半个多世纪前故乡沉入水底的那一幕。怀着对故乡的思念，他退休后耗时13年。在纸上复原了鹤城和狮城的全貌，这成为吴立新水下摄影最好的向导。十里铺在这儿，包括街上住的每一家，住的是谁，这间房子是茶叶铺，是饭馆，还是谁家的房子，都清清楚楚的记载。远去了龙山岛靠西边，前面那个大水洼里面，其实我的家。反正那个地方我们早晚会去的，70米深我们要去。对，去过以后拍回来东西给您看，好吧？好的。第二天的尝试在大雾中开始了。看不见，这个雾太大了。吴立新已经记不清，这是第几次扎进千岛湖冰冷的湖水中。潜水呢，就为我打开了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。你见到的、你体验到的、感受到的，全是你以前曾经没有过的这些事情。当一座老宅子出现在探照灯前时，吴立新如愿以偿，按动了手中的快门。这些平时只能仰视的精美木雕，如今以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呈现在吴立新眼前。缓缓前行，进入了这座建筑的天井。四周是徽州古民宅常见的美人靠。此情此景，仿佛6年前吴立新与水下古城的第一次相遇。基本上，古城残存的那些建筑物呢，大概都是这个制式的。那时候匠人呢，从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种技艺，那现在很多的就失传了，都把老房子拆掉以后盖新房子。与人为破坏的巨变相比，淹没在水下的城镇与村落，只是经受了水流与泥沙等自然力量的改变，这个过程相对缓慢。水下考古有一种说法，他们管这个水下的文物叫做被封存在时间胶囊里。
在冰冷幽暗的时间胶囊里，吴立新用镜头近距离地触摸了这段历史。像飞行一样，但是又没有那么快，任凭你的想象，你可以想象我去到什么地方，它就能去到什么。将大河的命运，也是两岸芸芸众生的命运。在对人世间一切美好的憧憬中，钱塘江穿越漫长的时光，从最初的人类在此留下足迹，历史走过了50000年。自跨湖桥独木舟穿行在钱塘江，历史走过了7000年。南宋定都临安已是800年前的故事。千岛湖无中生有，又已过去了半个世纪。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敢为人先的弄潮儿，也滋养了如诗如画的江南风流。今天它正在孕育着新的生命，一个古老民族的伟大复兴。是穿越天堂的河流，因为中国人从未停止在人间建造天堂的梦想。钱塘江的故事还在继续。